靠抖音广播体操，抖动青春，现在开始蹦迪运动，一二三四五。Hello motherfucker, what's my name? What's my name?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家之主。金柳之间逊色神文的小游戏，大王，你会不会唱几句唱批子呢？这样吗？金柳之间逊色神文的小游戏。I love you, baby. And if it's quite alright. 情侣迅速升温小游戏三。我是闪电 KO。 哦，老婆老婆老婆，借我手用一下。干嘛？拍个照片，拍个照片。快特你们的对象来拍这张恒毅的照片。我老婆说我脚臭。干嘛你啊？眼睛大大像红梨。老婆，我错了。你还笑吗？让你们看看娶个俄罗斯老婆有多幸福。老婆。怎么了，老公？给我接杯水去。好的。睡好了。嗯。温度可以吗？嗯，刚刚好，走吧。好的。你先别脱了，过来给我按按脚。好的。你没吃饭吗？用力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可以。你不是说脚臭吗？不臭不臭，老公的脚最香了。嗯，不错嘛。兄弟们，你们看我这个家庭地位。你拍完了吗？马上马上，还有一句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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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们，快去洗衣服。这还一句话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我。快去你大妈！看我这个家庭地位，可以吧？生活中的样子。我脚很累哦。我脚塞满。俄罗斯老婆让我体验社会性尴尬。这就是我老婆。哎，你好，是手机尾号是9709吗？哎，对的。是去小区是吗？嗯，对。姐夫啊。嗯。去你的家，姐姐回来接你。不是。姐夫啊，你喜欢我还是姐姐吗 ？Oh God, please no！ 不是你哪来的姐姐啊？师傅，你别管他，他脑子有病，他是我老婆。哎呀，不用解释，小伙子，师傅懂。师傅懂。